凶手的作案手法，看起来是刘铁，是凶犯的舅舅。我们的六叔弟考对方，其他队的多，谁就是最聪明的那个。其实毕业以后，我几次想找你，都没找到。怎么找到我的？一个朋友前两天在这碰到你了，跟他熟吗？没什么来往。陈静住在旧城区的一栋老楼里。 住户不多。如果打扰到您，记得告诉我们。之后，他就住在隔壁。价值观都是围绕数学建立的，每天规律的行为模式是他这种人的做事风格。金钱和爱情对他都不重要。你呢？留在大学管一间实验室。没忘了我们的比赛。不知道你工地退步没有？前两天在河堤边发现一具尸体，是你的前夫福建。 我知道吧？越是挣扎，就陷得越深。你可有大胆的办法？完美的犯罪存在吗？你们对真相一无所知，到底在追求什么？这一生的意义又是什么？你好像还藏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事。 有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，却难以解答。